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是我 VIP Station 名人站的 Maggie 为大家介绍了。相信大家都知道 Dior 的蒙田包在2019年早秋已经诞生了。而在众多品牌里面都大推迷你包的时候，品牌总监更加推出了这款好像书包般的包款，更加以品牌总店地址30 Montenia 为命名。简简单单的长方形款已经足够带出去的魅力，前面配以金色加珐琅的 CD 锁扣设计，配上简单开合的反盖，打开内格是一格角的，空间感非常好，而且还有一个小小的暗格位。而这个按扣式的开合开关起来都非常方便，而背后还有一个小暗格可以给你放下八达通，而且还很精致地印上去总店的名字在后面，精致得来有种无可取代的感觉。还会配上一条阔的皮革肩带，而肩带上可以调校长短的位置，更加用上军事风格的扣环设计，令到这个款式经典得来又带出帅气的感觉。所以说这款用总店命名的包款背后的故事，不只是象征品牌的精神，更加是它品牌创立的起源。所以如果大家对它有兴趣的话，可以加我微信或 WhatsApp， 再不是直接下来尖沙咀了解一下都可以的。希望大家看完我的短片会喜欢啦，拜拜。